的是我们七位在我们影片当中的优秀的演员。来，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各位演员手捧卡达以及我们的马来酒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对我们的主创领导献敬卡达敬酒，来有请。来，有请。同时我们现场的朋友也再次把您衷心祝福的掌声送给我们的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好吗？来，有请。来，有请我们的小朋友，对，来为我们领导献上哈达奶酒的，除了我们的马苏老师、阿云嘎、王枪，还有我们的艾米、罗一纯小朋友、徐一晨小朋友及千树小朋友，来，来帮他拿一下吧。好，我们喝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我们要讲究的是敬天、敬地、敬众生啊！来来，谢谢哇，我们可爱的小朋友啊，也将会出演我们的影片。好，接过哈达，喝下我们的美酒，来，我们不走啊，我们一起拍个照，来来来，我们一起拍个照。来，同时我们再把我们的名单请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我们来完成这一张合影。蓝色的哈达与马奶酒的献礼，其实既是对我们影片拍摄的顺利的一份祝福，当然也寓意着各族儿女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好的，接下来我们用一张照片来记录下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小朋友站到前面吧。好，来看一下我们官方的摄影师举一下手，官方摄影师举一下手，我们先看一下官方，官方的摄影师。咱可以站在线外面。好，中间。一二三。官方看着官方的什么？照不上资料，哎，照不上。好，来，不是小姐姐的代表官方。茄子哈，好嘞，来，三二一，茄子，胜利。好，留步，我们还有几张照片的拍摄，还有几张照片，小朋友别着急，来。有请我们的监制，我们的李锦文女士，还有我们的其他的各位前排的领导，还有我们的商务合作伙伴，来，来我们的徐总，我们的横店的各位领导，包括我们的商务合作伙伴，我们广西的各位领导，来，有请，还有我们商乌拉盖的各位领导，来，咱们一起再拍个全家福。打拍个广告啊，好的，商务，到那边去，好吧，投资吧，到那边去。好，来，我们找到位置，我们前面蹲下吧，同志们。来，给我们导演留个位置。哎呦，来，中间来看一下，